同学吗？不是，大家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，是不是？你们从哪里来？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完全太乱了，完全听不懂。好好，那我们今天带来的第二首歌呢，叫做《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》。你们会唱吗？最后面的地方也会唱，一个那个刚心虚的程度有明显的变大哎。后面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哇，不知道，来弹一下，弹一下，训练一下。在后台听到你们音量很大，所以我才这样要求你们。好，这首歌是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。只能有我在身边。